我手上有一个商业地块，可能就是您在伯克特寻找的那个。如果你们看，这条小路直接通向 Sandero's 广场，那里有通用银行。我们直接来到这个我为你们独家提供的私人地块。我们有一个几乎是角落的地块，因为它被这两条小路包围。这个地块面积为1082平方米，并几乎与河流接壤。你们在这里看到的这个堤坝是直接通向图书馆、公园的。我们上去一下，让你们看看我们这里的一切，这样你们就可以带走这个地块。上来看看吧。我们现在已经在2001的堤坝上了，如果继续这样下去，这可能会成为一条连接到伯克特新建公园的人行道。在我身后是这个地块，这是一个角落地块，而就在这里，我们有一个伯克特的公共球场，这里有很多人流和交通，所以这是一个我为你们提供的绝佳机会。我希望你们能联系我，以便抓住这个在伯克特拥有商业地块的绝佳机会。6981500。 Why?